冬月初二，之前见过的小女孩竟然知道我的姓氏，她是乌木岛民，怪病的源头应该也在乌木岛，这一切必然有联系。 哎，你过来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找吃的。哼，这儿哪有什么吃的呀？你们的村落在何处？带我们去。我去那边看一下，你跟着他，小心点。 爹爹，娘又发汗了。大人莫怪，这是岛上的规矩。你是哪根葱啊？在下贺子娇，本地里长。哈，你知不知道？ 若是犯了律法，有大明律管着。你这私自动刑，吃了豹子胆了。海神禁忌的事儿，在下不敢多言。哼，因何受罚？ 犯了忌讳，吃鱼。孩儿他娘，吃口不吃，活不了的。 吃口，你吃口。 大人，你在这儿作甚？北流，我是被你发现，他活不成了。署长，怎么了这是？大人息怒，岛民无礼，还望见谅。啊，岛上的里长，在下贺子娇。 为何有一个病妇藏身在此？回大人，老妇伤寒病重，怕传及他人，便先暂居于此。大长老已等候多时，我领二位大人前去。请。长老，二位大人有事相问。老朽求旨，不知二位大人是？镇抚司百户，楚思敬，宁阳武官，伯言。长老，怎么了？ 大人前来，是为了医病吧？长老这么说，看来此前就有人来问过。不曾有过。哦，那说说吧，岛上的怪病起因是何？正值严冬，不过都是些伤寒的病人。 伤寒病，可我见到的病人身上还有灰燎的症状，伤寒病绝不可能有此症状。这倒与伤寒无关，只是肌肤的怪病。我看宁海堡那边也有此病症，看来源头在此喽。 小疾而已，都未曾在岛内传染，何来源头一说呀？哎，那岛上最近可否有染病的岛民失踪呢？绝无此事。哎，打听打听啊，你们说的这个海神禁忌，所谓何由啊？无非是祖辈定下的规矩，不得捕食海鱼。 靠海不吃海，渔民不捕鱼，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祖辈受到神启，号称海内鱼虾皆是海神所庇佑，吃了必遭天谴，这才立下了规矩。好一个规矩啊，邱长老！我看你们岛上难民颇多啊，都已经食不果腹了啊！哎呀，邱长老，你们为什么不离岛谋生啊？岛外烽火连天，战事频发，我们世世代代只会种地、锄头、岛具。 没有别的谋生手段。二位大人舟车劳顿，不如随老朽到寒舍稍事休息，请。长老，还有一事，请长老召集岛上所有的孩子，无论男女，15岁以下者都让在下见一见。为何呀？这不，岛上粮食紧缺，所以我有心相助，见见这些孩子们，我也有个由头向上禀报。若是能多调得一些粮食来，也算是为岛上做了件好事嘛。 可这，长老，二位大人也是为了咱们好，此事不难，交给我去办就是。连个人都看不住，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啊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夜子时前后，就是他们两个没看中。 这楚思静不简单，滚！我这就做书上报消息，让宁远的那些大人们查查这个锦衣卫。他这一去，恐怕有些事情要瞒不住了。 老丑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捕鱼呢？这儿不是不让捕鱼吗？正是不让捕，咱要不来看一看呀？哼！哎，孩子们都到了，走吧。走。 岛上的孩子都在这儿了吗？对，岛上的孩子本就不多。干粮给我。孩子们，你们饿不饿？我这里有干粮，吃不吃干粮？来，来，快来啊！吃东西了。别抢，别抢，都有啊！走，走，小心着点儿。谢过二位大人。你怎么不想吃的呀？嗯。 我有。这是你吃的？啊。这是给鸟吃的。啊。好吃，好吃。大人，这小孩叫贺柳红，遗腹子。 爹娘早没了，这儿有点问题。我是英雄，柳红，柳红，柳红啊，柳红便是柳红，我们的族语“英雄”的意思。英雄。哎，鱼！哎呀，鱼！哎呀，个蛋，你吓死我了！这一条鱼有什么可怕的？鱼不会死，鱼不会死。 胡说八道！二位大人见笑，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。我先请二位大人到。什么妖怪呀？这个岛上有妖怪。 妖怪，有妖怪，在哪里呀？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。晚上就出来，会吃人，吃人。到处都是妖怪。你见过妖怪？我没见过，没见过，见过的人都死了，死了。哎，黑夫，黑夫，黑夫不怕妖怪，黑夫不怕妖怪，黑夫不怕妖怪，他们也是黑夫。那你是来帮我打妖怪的吗？ 他们也是黑夫，他们也抓妖怪。他们是谁呀？哦，哎，哎哎哎，鸟鸟，哎鸟，哎鸟别走啊！鸟，小鸟，哎哎哎鸟，疯疯疯了，魔怔了，早跟二位大人说过。 岛上简陋，二位大人就委屈一下。有劳。伯言，老丑，你准备在这岛上还待多久啊？事情尚未查清，待多久不好说。 是事情没有查清啊，还是没找到想找的人？这里我第一次来啊，能找什么人呢？老楚啊，啊不，楚大人，我呢，是你的向导，也是你的伴当。 你心中有何想法，你就直言不讳地讲出来，啊！只要不违反法理，我鞍前马后绝无二话。可你不该有事瞒着我。岛上的情况你也看到了。 实在不寻常，我瞒你作甚？只是锦衣卫办差，自有法子，没必要向你一一汇报。好，说得好啊，楚大人。你我二人并无交情，我只是陪你来岛上查疫病的，就想听点真话。你要是有私心。 我现在就走，请便吧。竟还活着，禀大人，树林里发现4名伤兵，据他们所说。 是一名锦衣卫干的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回大人，4名军士被打伤了，是锦衣卫干的。这个褚遂京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回恩。谁？ 在这儿干什么？我饿了，吃饱了，就什么也想起来了。妖怪，想起来什么了？抓妖怪的人。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爹爹，真的会有怪物来抓娘亲吗？就在这里面。我们和雷大人有约。是你。 哎呦，楚大人，这黑更半夜的，你是装鬼呢，还是抓鬼呀？刚才可有见到人？看见了，一共3个黑衣人，掳着一个人朝那个方向去了。什么妖怪抓人啊？我看这就是装神弄鬼。我见到的也是黑衣人，见我便跑。 我估计他们是一伙的，这里肯定有鬼。有婴儿，带兵打仗久了，我鼻子最好使。这大半夜的，什么人会在这儿生活？哼，老丑。 你看，这是个标识，少羽。判断位置，辨别方向，这只有在我们军中才有。那边，什么事儿？宁远来人了，这么快？楚思敬，他现在人在何处啊？若我等所料不差，他正在乌木岛。乌木岛？他去那儿做什么呀？他是私自前往，我等并不知情。疫病没着落，连人都看不住吗？ 杨公公，他拿着假帖，我等无法阻拦。无法阻拦？徐大人，他在宁远城外打伤了4名探马，他只凭一纸文书，就能在这里随意出入。他今日只是个锦衣卫，明日若成了敌方的探子。 难道徐大人也可以任他胡来吗？无论如何，我等将全力配合公公缉拿楚辞敬。嗯，那好，那就烦请徐大人给我们安排住所，我要在这里多待几日。 老楚，这什么鬼地方啊？啊！你瞧瞧，这像打了仗似的。哇！老楚，你看，有弓箭。 为何会向内射箭？ 我看着不像是个民宅，倒像是个囚室。有这么个地儿？哼，这秋芷长老也没提过，贺子娇也没跟我们提过。既有隐瞒，必有鬼祟。这个地方邪性啊！老周，哎，你觉得怪不怪？ 咱俩从林子一路走过来，没有虫鸣，没有鸟叫，也没有看到野兽的踪迹，静得可怕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有人。行了，别神经兮兮的了。老楚，这地方邪性，不宜久留。走。 谁呀？是你。 你怎么了？眼睛。 他娘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！这是，这怪物的流言竟然是真的。老周，怎么打着打着就跑了呢？有人救了我们。 孩子呢？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那村子不能待。老周啊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 姑娘，你见过我，对吗？楚，你不该来。在很久以后，会有一群人把这。